苗用到了所有人的脑袋。穿像那跳大神的吗？你懂个屁！啊，那个是个神人。有一次，他喝完酒告诉我，这个荒漠藏了个了不得的东西。了不得的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！你跟着进来就知道了。这是啥呀？成了气候的野仙狐精，存仙火都有的洞府。这都是那李半仙算的啊。那天他喝多了，跟我交代个底儿掉。两人还告诉我，别泄露天机。哼，这我能惯着他吗？Thank you.
擅闯洞穴，伤我虎背。我什么都没干，我什么都没干，不是我干的。如今祸事已出，杀妻无用，眼下节气快到了，不如趁此机会将其擅闯之事可既往不咎，不过如要答应我一件事。要，没问题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各位前辈只要留我一条命，我干什么都愿意，好，且留你一命，吾等还要赠与彩礼给汝还债。但汝要娶吾狐族一女为妻。娶妻？娶谁啊？